受力卡世卡。以往咧去泰國啲酒店 check in 總會有 welcome drink， 但係而家 welcome drink 入喎，消毒藥水洗手就有。世卡。同埋咧，以往你都會見到啲職員西裝骨挺，喺一啲 bell boy 去招呼你，但而家全部咧招呼你嘅就著上呢啲保護衣嘅。咁跟住 check in 咧，亦都唔係普通 check in 嘅位置，而係呢個特別嘅房間。嗱，呢個房間咧可以話自成一個專登間出嚟嘅，主要咧係為一啲需要隔離嘅人士而設啊。首先咧，卡房。坐喺度啦，跟住然之後換鞋啦。無論你著對咩名鞋都好啦，咁你都要換上佢嘅拖鞋。自此踏入依間酒店咧，又要除低嘅鞋，著佢哋嘅鞋啦。咁跟住咧就過嗰邊啦，有護士小姐幫你 check 有關嘅資料啊，各方面啊咁樣啊，係啦，就再清潔多一次隻手。好，攞張護吸啊，好。哇，36.9 ，OK， OK 級 ，thank you 級。咁跟住咧，做咗簡單嘅手續咧，就會去前面呢度 check in 啦。全程咧都有工作人員去照顧你，幫你手嘅。級捧級，細級細級。呢间位于曼谷大皇宫附近超过80年历史嘅老牌酒店，现时正成为一间 ASQ 即系隔离酒店。睇下里面嘅房间层次。咦，望到大皇宫噶喎！嗱，其实呢间隔离酒店咧，除咗可以望到大皇宫之外，另一个卖点咧。就可能是全曼谷最便宜的隔離酒店啊！講緊咧14至15晚包埋三餐，大概30,000匹左右交易啊！兼且房間每間房都有獨立嘅 water， 上網睇片一定快，唔會窒下窒下。咁你喺度隔離冇嘢做，咪睇片咯，睇下嗰啲片啊咁啦。咁兼且亦都有沖涼缸添喎。但當然啦，更加正嘅就係一早起身打開個窗就可以望到大皇宮嘅美景啦。此外，呢間酒店更加有啲一隻 two bedroom 嘅套房，啱曬1家4口嚟隔離啊！咁價錢咧大概係99,000匹，14天或者15天包埋三餐啦。啊，講起三餐咧，呢度咧同其他隔離酒店有啲唔同啊，因為佢下面有間中菜廳，所以咧若然喺度隔離嘅話，你係可以選擇食中餐，甚至乎點心啊！越介紹呢啲 ASQ 泰寧嘅酒店咧，越發覺每間酒店都有佢嘅特色同賣點啊，而且都幾窩心。舉例，我真係嚟隔離先算啦。喂，14至15天，1日3餐，餐餐食中餐，可唔可以食下麥當勞啊？食下呢個披薩得唔得？得，冇問題，酒店可以幫你安排。又或者日日睇手機，日日睇電視，悶得滯喎，可唔可以睇下卡通漫畫書啊？好似有本新出嘅《蒙面超人》泰文版漫畫書喎，幫我買得唔得？得，冇問題，酒店可以幫你安排啊。咁最緊要係溝通啫。嗱，講起溝通啊，正所謂子女好與壞視乎溝通與安排啊。酒店都係咧，要溝通嘅話咧，可以 download 個 app。拉佢哋，咁咧就自然咧可以同佢哋溝通，話俾佢聽你想要啲咩，要想要啲咩，咁又或者有個拉係同護士小姐溝通嘅，話俾佢聽我今日大小便有問題喎，怎樣怎樣喎，咁佢哋都會俾一啲嘅 advice 你嘅，咁樣，所以話溝通好緊要嘅。不過當然啦，你話喂，原來我知道咧，聽日咧泰國新出一款勞斯萊斯嘅泰國版本啊，可唔可以幫我買咗先啊？咁梗係唔得啦。